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剑盾哦。那我差最后四只宝可梦就全图剑吗？396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在那个，这怎么讲？桥间空地。好，有一个船点可以直接飞啊。那后面有一个培育屋吗？我记得有个孵蛋的，我在这边寄放屋，不是培育屋。那往前走一点就可以到挖化石的地方。这个是不是好像路上的亮点也会有啊？哦，那我没有很确定，用挖的比较快。我要挖到出其中一个化石啊，化石海兽这样有了吗？反正就一直挖，一直挖就对了。这是怎么被挖那么多个？通常三个就没了，衰一点的一次就没了。这次是见到鬼了。哦，九个跑路哦，超稀奇的。通常是挖三个就没了，然后他会在这边哦，那我挖到这些，他应该每种两个就够了。我存一下档，刚才挖的实在太好了。我啊，忘了讲，我那个叫什么三手恶龙哦，65等进化的，还是也没差。好，反正差四个啊。化石有了之后，飞到这个，这个才对，6号道路，差点飞错地方。化石复原，这也有一个传点哦。他没有开的话，可能要走过来。这里怎么过来的？我还有一个帐篷啊，下去就是大概在这边吗？哦，就这一个，应该蛮好认的吧？一定会路过嘛。走右边的楼梯是攻略的道路嘛，左边是这个帐篷。来合成哦，它应该就排列组合嘛。合体，我每个都合一遍吗？获得雷鸟龙，开图吗？有，雷鸟龙。这。最好合之前存一下档，怕按错。哦，鸟跟海兽，它那个配方要放啊。如果我没忘记的话，会放在 YouTube 影片下面的资讯栏里面啊。应该没差吧？雷鸟海兽。哦，希望我没有打错。雷鸟海兽。鱼的化石龙，鳃鱼龙，这话会不会生蛋？没试过，不知道。鳃鱼龙，化石鱼的化石海兽，我另外一个用完了。鳃鱼海兽，这四只就这一代的化石宝可梦啊。OK， 这样图鉴满了嘛？400斜线400，有多一个王冠，然后那个残符，等一下次再拿好不好？那这个就先这样啦。大家拜拜。